好，听说有网友希望就是我可以教闪电右班里面的人讲我的家乡话，但我必须要在这边先打个预防针，其实我的家乡话我也没有讲得很好。如果要讲闽南语，会讲最差的应该是哪个？彤彤，肯定最差，因为应该是东语吧？没有，因为彤彤是吗？彤彤听得懂，我觉得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。普通话，我现在说的可利索了。对，我现在说的超利索。我现在说的超级利索。郑姐，你想，你想，现在在看台词。现在，对，我那个我知道，华帝，你对星辰讲一次。I pray， 不是 ，I pray。我刚刚教的，立即的短笛头，立即的短笛头。啊，好的，立即的短笛头，立即的短笛头。华帝要加油。这个麦克头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刚才翻译了，你这个大猪头，我刚刚没想到这个君者翻译了，你翻译了，要不然来考君者呗，考君者，你考我考不到，我听得懂的呀，没礼貌，没礼貌，哎，对，没礼貌，你今哪里吃饱了？你今天吃饱了吗？你今哪里要去到位剃头？你今天要去哪里玩？哎呦，你今晚哪个是虾米色？你现在到底是有什么事？你现在内裤什么颜色？哎，那我没有听清。好，我要教四川话。好，四川话我来学一下。吃火锅必须加海椒面儿。吃火锅必须加海椒面。海椒面就是辣椒粉。对，吃。火锅。火锅。不能讲吃，要讲吃。对，吃火锅。吃火锅必须。必须。必须。须加。加海椒面儿，海椒面，海椒面，吃火锅必须加海椒面。你这像外国人，外国人在说话。吃火锅，吃火锅，吃火锅必须加海椒面儿，增进我的语那个语言那个细胞。俺是河南的。吃火锅必须加海椒面。呀，我最喜欢的河南特产应该是俺啊，俺最喜欢的河南特产。没有河南说我俺也少挺少了。俺最喜欢的河南特产，俺最喜欢的河南特产是胡辣汤，是胡辣汤。哎，这个有点像。俺最喜欢的湖南特产唱戏的感觉，是胡辣汤，是胡辣汤，是胡辣汤。哎，这个像，这个呀，这个可以。我怎么说的也有点不标准呢？俺最喜欢的河南特产是胡辣汤，胡辣汤，胡辣汤啊。但如果李星辰要河南话怎么讲？李星辰，蓝雨志，天时辰。黄天时辰，天时辰，你叫啥来着？哈哈哈放金子，宋文贤，放整件，放整件，杨通，好，贵州话，教一个，抓贼，这我会了，抓贼，弄啥嘞？做啥嘞？弄啥嘞？你今年好多岁？你今年几岁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今年好多岁？哎，其实我还是有一点语言天赋的。我们那边本土的话，你们是一句都听不懂。那你正常实用的，好，你说，你随便说一句。我觉得我今天穿的真好看，我好帅，这样子。我今天穿的真好看。我这说出来跟泰文一样。我给你家送的紧紧的给。真的听不懂。我们的漂亮叫的给。的给。我们那边的话太神奇了，我觉得我们那边的话，如果我做一首 rap， 绝对帅炸，听起来就很，反正也听不懂，就那种感觉。那大家一会儿形象，但是考官很漂亮。漂亮是得给啊，漂亮是得给。大家真的是得给啊，大家真的是得给，对吧？东北教一个啊，东北都没有好好学过一个，我都只会关我啥事？你老给我五五圈圈啥呢？跟谁俩呢？这个在讲我吗？我以为我得罪你，没有。前面几句我以为我得罪华帝，你老是刚才在教我。这个就是你老给我五五圈圈干啥呢？跟谁俩的？五五圈圈。对，你老给。这好用哎。你老给我五五圈圈。你老跟我五五圈圈啥呢？跟谁俩呢？跟谁俩？哎呀，可以哦。闪电悠悠班家乡话互相教学活动，休息业余时间娱乐时间结束。